我不管你是谁，你来 CBA， 你不能答应你明年会打赢这个冠军。不管是谁，不管是 LeBron， 你以为林书豪说出这些话是张口就来的？那可是用血泪吸取的经验，一个在 CBA 历险过的男人，最有发言权的吧？要看反击，但这个赛季莫泰的三分球命中率也不高。后勤，哎呀，一上来辽宁队犯规太多了，侯明晨过于大啊，直接是坐倒了和自己。打开之后呢？哎呦，这一下摔得挺狠啊！再来看一下，哇，这太勇敢了，这个在地板上。